我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生命与认知方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曹红心。我是台湾中国医药大学讲座教授林昭庚。我是厦门市中医院院长裴小华。我是台湾中医临床医学博士林国华。我是正式西联喉科第十二的传人郑源。我是台湾中国医药大学苏茂峰教授。我是台胞黄元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我是台湾中医师康成凯。我们是厦门长庚医院台青中医师。我是中医文化传承人黄奇慧。金方传千古，妙手绘百姓，药香情更浓，两岸一线牵，百草有约，让我们共传岐黄之术，共育杏林苗圃，把脉未来，让我们解锁流量密码，汇聚青春力量。海峡两岸青年新媒体中医药论坛，海峡两岸青年新媒体中医药论坛，邀您共话融合发展，看中国医药如何匠心传承，看中国医药如何匠心传承。海峡两岸青年新媒体中医药论坛，6月15号下午，敬请期待。